不用啊，我要下去啊！这个有一个车子的活动哦，我想要讲这个车呢，啊，不过这个车毋知叫啥物名，够烦的啊！这样也是废话哦，大家可以叫我废话的工会哦，我们参考一下，我今晚工会盖热门啊。然后我跟您讲吼，哎，有新角色吗？哎，没得么差不啦。我不知道哎，就不能看那一台？你在吵什么啦？等嘞，我终于有拒绝5分钟的那个了，啊，不然我会震动到要唬你啊！等嘞啦，哦哟，那台车在哪边看啊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他名字啊，哦，吹掉啊！来，今天这集的重点，重击眼镜蛇哦。可是他目前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奇怪。哎，你也等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好不好？先让我介绍一下东西。哎，好难讲哦，我找不到那个车子在哪边呢？叫你跟我学的家。你什么时候都出了这么多背包了都不知道，大老姐，谢谢你能够相遇在网络，嗯，是你最大，要不然先看每日特价的好吗？等一下啊。我突然不知道怎么讲，可是很不明显哎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我们就讲刚才那一个就好了。不是那一台名，我刚也给你们看名称了嘛。哦，那可以。好，那它其实还有一个，它最近就是主打眼镜蛇，就是有一只眼镜蛇的抽卡。那我今天等等的就简单呢，就是终极眼镜蛇呢。大家可以看参考一下这一台，因为其实这一台也找不到啊。哎，6点才开哦，我力这什么太多啊？你帮我邀请一下，一下午这么多人在玩哦。然后他可以加我工会哦，来，这是我的工会。我真正创到有咧正经的哦，我创真正有人买。即摆工会已经要爆满啊，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在搞工会这种东西，哎，东西准备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如果你没有我的工会的话，你看，奇怪。我们等一下，因为还蛮多人。诶，我也当我们表姐妹啊。诶嘿，诶，这个人家免费送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多表情啊？我们等一下吧。我等多久啊？哇塞，我真的要气死了！本来玩团队除夕，结果一直排不到，然后就等到6点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排位赛才马上进去。有人说大家都不玩排位赛是怎样啊？好讨厌哦！我排位赛会怎样？输又没差。为什么除夕有人就是不打排位赛呢？真是令人讨厌啊！我把网络的虚拟等着你。你话说是不是开学了？啊，有一只在这里啊！直接下去。好像在后面。我来啊，还在给我猫咪大战争啊！
到底该不该救他呀？好，今天其实主要跟你们介绍那个坐骑啊，顺便就是 play 一下工会兽人，就这样。OK。